小宝呢？妈妈，奥特曼费里妈挑战，你敢参加吗？费里妈挑战？走啦走啦！这个是什么奥特曼？哦，捷德奥特曼。哇塞，妈妈你好厉害！那这个呢？哎呀，欧布奥特曼。哎呀，这是艾克斯奥特曼，反映出了艾克斯的必杀技，扎纳蒂姆光线。错了，是这样的。算了算了，不来了。最后一个吧，这个是什么怪兽？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它是哥斯拉。错了错了，这是哥莫拉。阿喔喔记不住，奥特曼的亲戚记得比谁都清楚。